大家好，我是玄米，好久不见啊。现在呢，我跟朋友去配眼镜，要换一个新的吗？哎呀，电梯来了，我们走出去的吗？搭地铁啊？到地铁啊？离这远吗？很近啊，就在门口。在门口有啊。哦，这地铁啊。但是我要护照吗？不用。不用啊。对，有手机就行。有手机就行。我说说不怕怕大家嘲笑的哦。我第一次坐地铁啊。在越南我也没有坐过。都是坐大巴车，然后坐地铁啊。都没看什么样的地铁。好的，来中国没坐过地铁，真的是。因为都是坐私家车。是啊，都是坐车。本来之前是在河南，是不是？在河南也没有像这里这么人这么多，然后堵就是堵车啥的嘛。这里都是人，都是堵车，所以大家应该坐的会多一点，是吧？对对。怪不得。那我们现在走路在外面。在这里，我朋友他在这里呀、办公的，他办公室在这里。直走啊。要过路吗？过马路吗？不用。哇，我还不懂哎，哇，哎呦，啊，是在下面吗？对呀。哦。他说，前面那个就是地铁口了。哪里啊？那个。我还没看见在哪里。地铁口前面那个不是保安的吗？不是啊。放一下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的天哪！我先去市区，20分钟就可以到市区。哦，这样啊。再试一次。哦。这外面有啊，有卖吃的东西的。走那个比较长，就长途的，长途，然后是用来运货，带火车，是火车，那不是叫地铁吗？不是，地铁是在下面的，是吧？但是那个不是也叫绿皮地铁，是绿皮火车。火车。哦，这样啊。哦，这样，我看一下地铁是什么样的。哇，装修蛮好看的哦，好干净啊。怎么没有人？然后呢？我该怎么办？用手机刷那个出示这个码，绿码。你有吗？要这个对，要省事是吧？对对对。好。还有小程序要点我的广州地铁。要下载这个 APP 啊？直接搜就行了，就用这个来搭地铁。广州什么来着？还要检查。我们刚过了安检，然后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对的，这个二维码。刚刚就那个小程序一扫了，一扫就行了。那还没扣钱吗？出站再扣。出站再扣啊？出站再扣啊？因为你进来他不知道你要去哪里，要扎多远的，所以出去再扫一次才能扣钱。哦，这样啊，好的。这个好方便哦，这样比
那个骑电车还好，贵不贵啊？是吧？我们就三等会，我们试一试要多少钱？我们只搭一个站就两块钱，一个站两块钱而已啊。三个站以内好像都是两块。这样啊？站这里等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我们随便站就行了。嗯。它有箭头的，这个是出来，然后从两边进，有进箭头。哦，这里是出来。对。井然有序。我们就在旁边这个。我们在这里。对对。如果人少的话也没关系了，其实人多的话就得。没人呐、啊。他们是不是还没下巴，所以没人哦？人家出来，我们才能进。那跟那个坐高铁差不多啊、哦。嗯。而且比高铁便宜好多啊。那肯定啊。这个高铁都是跨城区的呀。短的是吧？对，就室内的。这个是长途的，这个是短的。哦，那边来了。这我就过来这边，你可以吗？不行。有没有一块钱？起步就是两块钱。